想尽办法找到自己在大学里面就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然后紧咬着它不放，总有一天设定好目标，短程、中程、长程的目标，总有一天你那个梦想、你那个动力会引领你到你未来的职场或者是未来的生涯之中。大家好，我来自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文创设计产业学系，那它相对也是一个比较蛮新的科系，目前是来到了第三届。那过去的话，我曾经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担任青年好政论坛的论坛主持人，也算是筹备团队。那也因为这个机缘下，就是后续连接了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那包括影响到我后来去参加各种的国际论坛，甚至是国际的组织活动。那后来在2018年初的时候，我代表台湾到联合国参与 APYE 的联合国永续发展计划。那它是在各国会选拔代表，然后选择这些青年们到联合国去里面去参加永续发展计划，透过一系列阶段的培训、田野调查还有实作，去培养青年用永续发展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达到跨国共创连结，与各国的伙伴一起去解决世界性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是我影响我过去蛮大的一些经历。过去我在成功高中，它其实是一个一所相对来社会观感是一个比较所谓的明星学校。那在这所进到这所学校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不管是社会来自家人的期待，说你一定要做得多好，还有最后有考上怎样的大学，好的发展。那其实，在进到这所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学校里面的课外活动。那我们那时候成功高中叫做拓展性课程，那它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跟系统，那它希望你在高中的三年里面，尽你可能去往各种领域，它有八大领域，包括什么自我成长啊、领导力啊、管理等等的，就是希望你在这八大领域里面去做适性的发展跟学习。那它也会开设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可能有生物领域啊，有培养你领导力啊、沟通表达、做简报等等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课外自主学习的平台，然后鼓励学生去接触这样更多的一个课外的学习。那在学习当中，我也发现其实它带给我的东西其实是超过我在课本里面或是学校体制里面所学的。那所以我就思考说，学校体制里面的东西真的是我想学的吗？那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为我未来的工作或是人生做到什么样的改变，或是成就那个我心目中想要的人生吗？对，所以后来就开启了我去探索一些课外活动跟组织机构，还有包括国际性的活动的开端。那包括也影响了我到后来去，我就是在高中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我就变得是说我很喜欢去网络上找各种资源，比如说要找资源也一开始是对我来讲是很难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之后，在我参加很多活动认识了不同人之后，你可能去加他的脸书好友，他参加了什么活动，他也会自动的显示在你的 Facebook 那个平台上面，等于是说它脸书有一个运算触及，它自动推播到你的社群平台上。所以因此在我参加这些不同活动之后，我发现我的脸书上面越来越多不同的活动资源了。那包括后来说我知道了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一个青年政策论坛的主持的这个活动，那因为当初我过去在成功高中也有一些博物馆的相关主持经历，我们有一个昆虫科学博物馆，那我是在里面做一个导览工作，那所以我是对于这种沟通表达还有主持跟人家分享知识的东西是相当感兴趣的，所以我一看到主持，所以我想说这跟我刚好跟我的兴趣相符，所以我就赶快去报名了，所以我就因缘际会了，就打入了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国际议题或者是讨论社会议题的圈子。那大概讲一下这个青年发展署的这个青年好政论坛，就是我是参加106年的。那这个计划主要是希望透过培养青年主持还有带领讨论的能力，然后训练一群青年他们去实作叫做审议式民主。那审议式民主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国外，那它可能包括是参与式预算，它可能包括世界咖啡馆，它还有包括 open space 开放空间讨论等等的，培训这些青年就是我们这些主持人，然后让我们去带领，那时候我们主轴是以世界咖啡馆为主，我们就带领很多桌的我们叫做圆桌讨论，那每一桌呢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议题跟主轴，
那借由我们主持人的，我们叫做引导职能跟引导技能，去带领来自那一桌的不同的青年，他可能来自不同背景，可能有来自，可能是有医生、有老师、有学生、有来自社会青年等等的，去怎么样带领来自不同背景的这些人去共同讨论一个议题。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透过去积极聆听，还有整合画心智图的能力，去收敛大家的想法，最后讨论出大家对于一个议题它的产出跟后续的行动方案。对，那这个就是最早带入我走进所谓的社会参与圈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也很感谢在这个活动里面，我认识的真的是非常多很棒很厉害的人，包括有的人已经有在自己的一个组织里面担任理事长，可能有人在非政府组织里面担任要职，他们其实年纪真的没有跟我们差很多，可能都只是高中或者是刚大学而已，但他们做的事情却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竟然已经在组织里面或者是在课外领域里面去推动这么多东西，比如说去推动什么叫做参与式预算，什么叫做民主教育，或者是在非政府组织里面去推动气候的相关改革。我想我就那时候就反问自己啊，那我现在在体制里面，我到底在做的是什么？到底是真正对社会有意义的吗？那我缺这些东西真的能有利于社会吗？所以就认识了这些很厉害的人之后，就让我更愿意去踏出去思考，一方面也透过这些人的一些刺激跟启发，然后我连接到了一些外部的组织跟资源，比如说像在活动里面我认识了一些做国际参与的活动伙伴，那他也推荐我一个像台澳领导人论坛，那我在这个论坛里面，他是来自台湾跟澳洲的青年代表共同讨论台湾澳洲两边发生的青年议题，可能有新南向政策，可能有能源议题，可能有能源转型，那这个议题里面透过跨国界的彼此激荡交流跟对话，那让我们去仔细去思考，原来我们所想的东西其实不仅仅于来自我们台湾，其实还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东西值得把它纳入我们的视野跟观点里面。那这个活动里面还有认识了导致我后来参加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一个关键人，就是 Edward， 他是一个算是这个活动的一个算是主办团队之一。那在活动中他就跟我聊到说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之后会不会是想要做跟这方面有关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聊了很久。其实我是对这种国际参与还有课外活动的东西很感兴趣，所以聊着聊着就说他就推荐了一个他正在负责的联合国永续发展计划，叫做 APYE 亚太青年交换计划。他聊了一下觉得我这个方面我对国际议题蛮有想法的，然后也蛮热络于和别人互动的，所以他最后说伟成说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计划，他可以，我觉得他蛮符合你想要参加国际的需求，也可以帮助你参加蛮多的。那好啊，我就决定说既然有机会了，对不对？那何不试一试，搞不好因为这个机会我后面的人生可能有就此不同的改变、啊、那我就发现了这个活动啊，它有一些 criteria， 就是要求你可能填报名表，填一些履历，那我就把我过去相关参加活动的一些经历跟为什么想要参加的动机就送出去了，就 email 卡点进去 send email 出去。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那我收到了一个面试的邀约通知，就是等于是说我的初审已经过了，那主办单位就是联合国发展计划还有 ADB 那边亚洲开发银行那边的人，那他们对我有兴趣，他们就邀请我来面试。那面试官就是一个来自，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来自孟加拉的女生，那她就问了我很多问题，就是包括有些情境题，就假设说，那时候我还印象深刻是说，假设你要办一个活动，你在一个东南亚国家，你要办一个活动，那你今天假设说你要传递给他们的是，我应该是做环境教育，那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现场的这些小孩子去理解你在说什么，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是有些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可能教育背景不是像我们先进国家这么的充足，那你要怎么样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更了解，所以就透过这样的情境问题去刺激我思考。我那时候就想，我就可能透过一些，因为我过去有在博物馆当导览经验，那我就分享了我过去导览是怎么针对不同，因为我们那时候导览它可能有来自青年，有幼稚园幼幼班的，
甚至乃至到有上海教育局的参访团等等的。那那时候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方式做表达。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了面试官说，欸，我会根据现场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就去丢一些球去试探性的问他们，欸，说，欸，这个方式你喜不喜欢，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去设计出符合他们想要的活动。可能不一定要让他们理解是环境议题，不一定要透过很艰深的知识或是什么，我们可以透过很简单的一些可能是 DIY 可能是实作甚至是小活动，来让他们去了解一个，透过简单的东西让他们了解一个很艰深的议题。那其他问题的话，还有包括说为什么我会想要投入这个东西，叫做永续发展，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包括社会企业等等的，我也分享我过去的经验，说我国家青年署是因为作为主持，所以我发现其实在学校之外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不见得是要在学校封闭体系里面一味的去学习然后没有产出。我很看重的一点是这些我们种种的所学是不是能有机会去发挥在社会，去影响社会上一些正在等着被我们改变的需要的人事物呢？所以我这样回答他。那很幸运的，我就又过了一阵子，我就收到他们录取通知说，欸，很高兴的邀请你来到，要来我们这个计划参加。欸，我就很那时候很高兴，就说要去了。那我还拿到了好像是20%还30%的奖学金补助，那时候活动费用是100美，我大概拿到了大概30%的补助，然后我就飞去联合国了。拿到了，到联合国之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嘛，就是到这种国际盛大的场合，就是有来自20-30个国家不同的代表，就是哇，那时候我就进去之后就一下飞机之后来接机，说那个场面很盛大，就来自孟加拉、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各国不同的代表，包括澳洲，哇，第一次就是遇到。宛如来到了联合国一样，就是遇到各种不同的国家代表，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就聊起来了，说为什么想参加，怎么来的。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有的是因为学校的推荐，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这个有兴趣，包括是或者是在甚至在微信上，没有大陆的代表看到，对他们在微信上看到是活动谁来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启了一段我们叫做算是我的国际交流初体验吧，所以就因此展开了。好，那我们就大概打熟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活动重头戏，就是它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培训你的软实力 ，some soft skill， 包括有设计思考 ，design thinking， 还有教你怎么样去访谈、做田野调查，怎么样去套出你想要了解的资讯跟问题。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进入到。那时候我们去的是联合国的亚洲总部，泰国的 UNCC。那我们相对我们对应的是泰国的五个社区。那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进到的社区是用泰文发音是叫 Bannanphun， 它是一个泰国的一个在昭披耶河上的小村落。那个小村落还蛮特别的。我们就一行人，我们就分配到 Bannanphun 这一组的人呢，我们就多搭着我们的游览车呢，一路到了小社区，然后。就到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哇，怎么才离市区隔了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它可以跟繁华的曼谷市区差这么多？就我们一到那个地方，发现其实当地是等于是有点还在拖着那个，怎么叫当当车，就是那种摩托车型的计程车在街上跑。然后呢，我们就是下车之后，我们就看很多这种交通工具在路上，想说非常的原始。它甚至是到了更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其实我们就到了我们的 hostel， 就是我们要到的寄宿家庭的部分。我们才发现那一栋的东西，它就我们才被告知说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结果那是一栋在只会在我们原本以为在课本上能看到的，就是说高脚屋。它架了下面之后呢，高脚屋下面竟然是一条河。那河里面的话，好像还有鳄鱼在里面的。就是后来才发现那个是什么一种很。大型的蜥蜴，我们当时以为是鳄鱼，都吓得要命。那个地方，我们就住进去了嘛。然后到晚上，我们要洗澡。哦，抱歉，就是没有热水，你只能洗冷水。有没有冷气？那时候泰国嘛，大家泰国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就是很原始的乡下，我们就是倒头就睡了。啊，晚上还很多蚊子，没有蚊帐，所以就是第一次真正感觉自己从都市的生活脱离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那其实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可能就是不能洗头洗澡，没有热水，然后晚上还有很多的蚊子，然后就变得是要非常的积极的去适应。就那时候我就仿佛走进了就是那个
贝尔吉罗斯的那个野地求生的电影里面说，哇，真的假的啊？我就是亲自到那种地方，我要求生，我未来还要待一个礼拜，我到底能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紧张。可是还好呢，就是有来自其他也是亚洲国家，可能有大陆代表，还有包括一些交到比较好的像柬埔寨的朋友，我们就打熟了一片，大家都互相照应，就能照应的，就是能帮忙的，就是帮忙打水啊，就是有带零食，就互相支援，就勉强撑到在社区里面存活了下去。进到社区里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跟当地社区的人打好关系，因为这个有点像就叫是社区蹲点，我们就是透过蹲点的形式，然后去跟居民一起生活。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居民平常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我们要在这短短的七天里面，去了解到他们居民遇到什么样的生活问题，然后试着透过我们在前几天第一个部分所学的软实力，比如说访谈的技巧、设计思考的技巧、方案设计的技巧，去帮居民设计出一套解决的方案。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执行这个方案啊。那我们就白天跟居民，那时候在泰国社区，我们有去认，我们就他们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有带我们去认识当地的社区。那我们当地的社区，我们就是它是一个小小的农村，那是被一条河环绕着，我们就骑着脚踏车，就一路到了附近的各个商家。它可能有泰国传统的水上市场，那它有一些泰国传统的产业，像是做吃的，那也有做一些中药材的。那泰国那个中药材，我觉得那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它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然后做等于是泰国的中药的概念，然后他就会在一个布包里面塞入很多他们的中药草，然后透过一些热敷的形式，还有透过一些泰式推拿的形式，帮助你就是血液经络循环，让你更健康。那这些都是他们当地社区里面的传统产业，那我们就透过认识的这些产业，那跟居民就是有。就是还是结合我们之前的访谈技巧，说，为什么你会想要从事这些工作啊？然后慢慢了解到他们现在的生活上到底面临到什么问题，然后就慢慢得出了更多的资讯。那回去之后呢，晚上呢，白天访谈完，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整合这些资讯，然后跟自己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组伙伴讨论这些有用的资讯要怎么样产出变成我们的方案，我们就要去透过数据的分析，然后。早上我们在餐厅里面一个礼堂讨论，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来自不同国家的背景，我们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所以后来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经历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组磨合，因为大家都有很多背景，有人是可能是想要做农业，有可能是想要做教育，有人是想要做环境变迁，各种工都有。那可能有些来自比较第三东南亚国家的朋友，他们就觉得，观光工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观光才能带来收入。那后来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是说，也很高兴这个被采用到后来，就是透过成立一个农业的教育平台，然后让青年人能够回流，然后继续回流到农村。因为一旦青年人回流之后，我相信整个农村就会增加了生机，然后就会让本来的老化的人。的状态的老高龄化的社区，带入更多新的力量，可能青年回来做新的农业创新，可能做农业教育。那当越来越多人在做这种特别的东西之后，那或许就会有人愿意来这边观光，他可能在地的生态就活络起来。那后来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也辗转了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我们后来跟我们当地的 mentor 咨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他提到一个问题是说。你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很好，可是你们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当地他们居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这些是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这也让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时常就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要带给别人什么？我们要把很多很好的东西就是放给别人。我们认为说，我们有很好的背景经验，我们有很好的知识，所以我认为我一定能帮到你们。可是我们却忽略一点，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有没有满足到真正影响当地这些居民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未来的提案是真正影响到他们每一次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听了更多在地人的声音，还有小组之间的讨论，说了解到他们真正在地需要什么。他们在地需要的是一个不破坏他们原本的生活形态，然后又能改善他们在地可能观光、可能农业的模式。所以我们就让这个模式的。对他们原本生活影响降到最小，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很顺利的
用了这个思考脉络呢，我们就去跟联合国提案，就是这个计划第三个部分，就是要把这个提案整合，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报告跟社会企业模式，我们叫做 Social Business Models Canvas。 那这个模式呢，要结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然后跟联合国提案。那最后很高兴的，我们就是有顺利的发表出来，那也听到了很多不同国家不同小组他们的想法，就是原来一个地方的可能性可以这么多，我就很震撼。那其实虽然最后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得到更多的是在小组过程里面与来自不同背景国家的学生互相的磨合，因为这点我其实认为是最困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想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强烈的愿景跟动机，但是如果你要让一件事情真的圆满达成，我觉得你是需要去某些时候你是需要去积极聆听，然后了解一个团队的愿景，然后又结合这我们叫接地气，结合在地的声音去实做，我觉得才有办法达到的。那很高兴的就是在这个活动阶段，我们认识来自就是一辈子的朋友，然后我们后续还有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就是在就一个成语叫做同艰苦共患难，就是这么艰难的熬过来了，所以之后还有什么事我们办不到的，所以也就给了我很多国际参与的信心。然后有这两次的经验之后，我就回台湾继续推动我一直想要做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叫 SDG， 它一共有17个目标。会想要继续这样做，是因为这两次的联合国计划经验真的是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包括说我们过去的视野真的是太小了，我们的圈子真的太封闭了。原来我踏出去之后，我认识的这些人，他整个让我价值观的视野都不同了。里面真的有人很厉害，在我们计划里面，可能有人才一样高中生就已经在 NASA 有一个实习的计划，可能有已经准备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去做某一个 intern 某一个工作了。我想说，明明年纪才一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更多呢？我们台湾给我们的教育体制真的是太不能让我们让我自己来讲发挥所才，所以我就跳出去，我就成立了一个，我就发起一个组织叫无国界学校。那我们的组织是致力于推动跟教育，我们推动的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媒合跟平台。那透过设计思考，还有包括世界咖啡馆等等的教育形式，还有教青年的调查，去让青年了解怎么样透过这些工具跟技巧，让你去发现社会的问题，怎么样去透过对话形式去了解彼此的想法，还有社区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媒合除了教育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功能是希望能够吸引想要参与社会、想要改变社会、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有兴趣的青年，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找到对应的有活动、管道、资源，甚至是人脉，乃至于 mentor 老师可以来指导你做这个计划的老师。那关于活动的部分呢，我也成立了一个叫脸书社团，叫做就是来参加活动分享吧。那我觉得当初也是因为很喜欢，就是我们当初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希望能透过这些媒合跟连接，还有资源的分享，让更多人可以走出舒适圈，去参与到平常不会接触到的领域。所以这个社团就是我在2017年创立，我们就透过收集啊各种管道不同的资源，可能有青年署的，可能有外交部的，可能有非政府组织的，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很多的资源平台去分享这些活动，去露出，然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加入我们平台，就帮我们分享活动，还有做就有很多活动进来，我也去很积极的推广这个社团。到现在这个社团已经有将近1000人了，然后他平常有一定很多的活动进来我们社团，那我也很高兴，在我后续参加活动的时候，有蛮多的青年说：“哎、欸，看到我就主动跟我打招呼，虽然我不认识，说：‘哎、欸，我在哪里见过你？’”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哦，原来他是透过我的社团的活动，我分享的活动，所以因为来这个活动，所以来参加。”所以那时候我就被感动到，是说：“哎、欸，我原来我的做的东西不是只有就是很多媒体很浮夸行销，它原来其实是有真正影响到去改变别人的，甚至改变别人的选择跟未来的方向。”对，那这也就是一步一步的想要 push 我去做，因为我就有看到能影响到别人，我就想何不能做更多。那所以后续呢，我也就算试水温，我也就承办了一个教育部青年署的 Let's Talk， 叫青年政策论坛。那这次的论坛，我们以让联合国走入台湾，开启青年永续之门为主轴，以世界咖啡馆的形式，让来的青年去探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还有国际化怎么跟他的生活，他的甚至他的职涯做连结。所以呢，早上是用 World Cafe 的形式，在咖啡馆讨论到怎么参与国际，怎么连接这些联合国国际发展目标，跟他们自己原本的生活。那下午呢，我们透过 Design Thinking 就设计思考延伸出来的概念，叫 Design Your Life， 源自斯坦福大学的，就是做你的人生设计师。那透过这样的设计人生的方式，去让青年们画出自己的人生蓝图。那这次也有一些要新的系统。那我们教导青年用 Wayfinding Map， 还有人生蓝三种版本的人生蓝图，去设计他未来三种不可能的不同的人生。那第一种版本可能是他如果没有意外，他原本可能会过人生。那第二种版本是，如果他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他可能会选择怎么样的人生。第三种版本就是说，如果你未来有志投入永续，那又会是什么样一个版本的人生？透过这三种带有一点梦想的感觉，让青年去思考，原来我的人生可以不甘于平凡，我可以不一样，我可以透过设计跟思考，让我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可能多一点对社会的贡献，可能跳脱一点，让它更疯狂一点，就不要不限定在只是学校的体制里面。在这个数位科技发达的年代，我了解已经有非常多的青年朋友已经透过我们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也就是 Join 平台，来了解我们正在制定的法规预算，并且提出联署，甚至是提出公投。那现在呢，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就是 Let's Talk 青年好政，在七月到九月之间搜集各位对于公共政策的意见，并且实际纳入决策的流程。每一场 Let's Talk 之后，我们都会收集综整各位讨论出来的结果，并且转送所有的相关的部会以及各机关的朋友。这些朋友们呢，会进一步的把这些结果深化之后，在十月的这个公开交流会里面回应大家。除此之外，大家这样讨论的过程里面，本身就可以找出一些自己愿意承担可以做的事情，也成为未来在地组织发展的基础。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今夏一起 Let's Talk。 我觉得影响我最大的会比较偏向的是联合国那个活动，因为它开启了我国际串联的资源跟人才。因为我刚提到了那位台湾的计划负责人，他叫 Edward， 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算生命中的贵人吧。他带领我进入这个圈子，然后他在台湾也是时常的办很多的相关的 fellowship 活动，包括他很希望就是把台湾想要做永续发展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台湾找各种的机会继续深入去推动，在台湾在地经营。所以我们很时常就办很多的聚会跟交流，然后让这个圈子的人越来越多知道我们在干嘛，知道永续发展是什么，然后慢慢聚集起来。那这个圈子我就是目前是持续经营，然后 Edward 目前也是算是我们五国际学校团队的一个业师，他会时常给我们一些人脉的连接跟指导啊。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影响我一个最深远的活动。那我想要讲一下过去的经验。我有曾经在蝴蝶宫困的博物馆担任导览员，那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这个算是一个就是我未来就是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开端。透过一个导览，它是也是一个博物馆，它是训练我们当一个导览员、导览志工，它培训我们去把这些昆虫的相关知识，还有包括昆虫的生态习性等等，还有比较稀有的昆虫，去介绍给来自学校的学生、外地的游客，还有甚至是乃至上海教育局长、德国教育参访团等等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从我原本是非常的内向、害羞、刚毅、木讷、寡言的人，所以在这个因缘机会下，我就开始愿意的开口，然后慢慢的驾轻就熟，我怎么去表达一件事情，怎么样向一个不认识的人去传达一个新的知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就是说表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学会的一个就是沟通表达。一旦你学会了沟通表达之后，你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你可以更轻易的、更有逻辑性的去把你想讲的东西去传达给别人。而在当你说出去之后呢，
你的机会就来了。他可能对于你这个东西有兴趣，他可能觉得他可以怎么帮你，你们之间产生了连接，所以未来就打开了很多的无限的触角跟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传达是，觉得公共表达是一个这个时代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可以去学习。那所以自信培养了，沟通表达力培养了，那所以我就乃至后面的活动之后，像是我参加过台湾澳洲的领导人论坛第一届的，我们就是来跟来自澳洲的伙伴做一些讨论，我们来自讨论双边的台湾跟澳洲分别遇到什么样的议题，可能是能源上我们有彼此什么样的经验，还有针对新南向政策我们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有什么看法。对，那在这计划里面，它算是我比较早参加的国际计划，算是打开我国际视野。原来是说国际上的东西真的不像我们课本上想的那样的知识条列化，原来是需要透过对话去改变自己的视野跟价值观的。对，那另外我觉得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政策论坛这个部分也是影响我蛮重的。它这个计划呢，我觉得影响我最大的一点是它培养我的组织能力跟带领讨论能力，它培养了我们这些主持人去带领一个圆桌讨论论坛。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呢，就要负责把那一周的议题用一个更有逻辑化的方式，可能是 Word 咖啡用心智图的方式去整合起来，然后整合成我们这组的结论报告。那这也帮助从过去我很发散的思考，慢慢的学会怎么去聚焦了，还要怎么样去聆听。这个论坛它有一个重点，叫做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要积极聆听，不要以为你很会、你很懂、你对这个议题很了解。你要做的事情，主持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个怎么样用一个很中立的角度跟心态去思考、去听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人的经验，然后把它做出一个产生彼此的连结，去让不同人对话。那在这样的思维观点下，我觉得改变了我更缜密、更有专案管理式、更紧密的去思考一件事情。然后还有更严谨，因为包括在青年政策论坛，他要求我们培训我们去当主持一个论坛，是一个重责大任，我们要肩负着要主持全国论坛的责任，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议题传达给全国的青年跟民众。那又包括就是说，我们要从过去的议题论坛准备到筹办到 case study 到资料查访，到最后的实际他们青年来，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们应对进退，都让我有对办活动还有逻辑有一个更完整的成长跟进步。那这也奠定我之后在做很多专案计划，像是投一些比赛。那像是我最近啦，就是我在参加一个叫做 ATCC 大专院校商业个案竞赛，它是一个算是大专院校一个蛮大型的商业个案竞赛。它报名的时候，全台湾有来自2500多个大专院校报名，现在刷到现在本来有500对，刷到最后剩下全国17强，我们很高兴的，我们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全国的决赛里面。那一方面，这多少也因为我过去有在接触社会议题的方面专案的经历，还有做专案的经，还有逻辑思考整合的能力，包括写专案。那我觉得这过去的种种影响，导致我现在可以很轻易的去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包括去从头到尾发想一个方案跟专案，怎么去投一个比赛，投一个计划。像是我有参与过 ATCC 之外，还有参加过 TIC 100的投这个比赛，还有包括像是电脑工会办的青年 CEO 计划，对，还有像是从头到尾参加过的，像是有 Impact Hub 社会影响力制造所的永续发展人才培育计划等等的。那在这些计划里面，每个计划它都有我自己做自己的学习成长，那它的主轴很多都是跟永续发展相关的。那它过程中，我参加计划对我来讲的定义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学习一些软实力，包括简报力、沟通表达、培养方案设计能力；第二个是我最希望的是能够在这些活动里面串联到我接下来要可能是共同创业团队的伙伴，一起跟我打拼的伙伴，就是找到可以跟我一起继续努力的人。我觉得真的台湾人的优势的话，第一个当对台湾的印象是台湾很热情、很友好。然后虽然在这样讲好了，在于自我表达方面台湾人会略显害羞，可能比那些可能印尼还有大陆还有包括日本的国家，他们我会比较羞于表达，就害羞不敢去表达自己。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我算是一种华人传统的美德，我们会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去，等于是说一种团队的润滑剂，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很好的团队氛围，然后让
跟大家又结识一种很友好很紧密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点很珍贵的。因为如果假设说别的国家他们很多是很善于自由表达的，那相对来讲他一体两面嘛，他可能有优点又有缺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强势的，你想要表达你的想法的话，你就会变成在小组里面会觉得你是一个坚持己见，你是一个很执着固执的人。我觉得我来这个论坛的这个会议的目的很强烈，我就是要完成什么事情，我就是要把我的想法带入这个社区。可是相对来讲，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等于就是一个你们为了一个利益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台湾人，我觉得很多在我感觉上，是我们经营跟各国代表经营了很好的伙伴关系。那像是我们在那个联合国泰国那个活动之后，很多还有各国家的活动来台湾，有很多来台湾拜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也被热情感染，所以来台湾之后，我们还有再继续约啊，继续聊啊，然后甚至是有继续进一步的合作计划。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软实力，就是人际还有一些与别人产生友好关系的一个软实力。对，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就是做以教育为导向的，就是因为本来会做这个组织，就是因为觉得现在教育体制给我们的限制框架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学到真正想学，没办法成为那个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就是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Be the on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就是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改变。我在想，不断的想思考自己，我们一步一步的走着别人为你规划好的道路，你真的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吗？就是我认识一个有一个热血公民教育之称，上次在杂学校遇到，很喜欢这个公民老师，叫黄一中老师。他时常他说的是，现在这个教育模式是一个哺乳式教育，老师喂什么就吃什么，你不断的吸收，但是呢，你没有一个产出。在于参加课外活动的方面，让我发现是这些课外的，不管是组织还是政府单位的部门，它给我们一个实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把所学的东西有一个应用的空间。不论是带我们去实际去主持全国各地的论坛，让我们去写一个方案去实作，带我们去实际去进去社区里面做田野调查，都给了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得不到的机会跟体验。可是相对的，在于你现在你是体制内出来的嘛，你批评体制也好，但是也是体制造就了你，你也是体制出身的。我们要怎么样平衡一个体制的，在华人传统思维跟体制的架构下，你可能要面对爸妈的声音，父母，你可能要面对老师的质疑，说，哎，你为什么在于学校的投入里面相对没有这么积极？你为什么，哎，感觉你很好像很喜欢跑活动啊？你是不是没有心思在课业上？所以我就会比较觉得是来自于不管是这个家人的对你的期待，还是社会的框架，甚至是学校对你的要求跟期待，我觉得会是一个限制。因为当你真正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学校对你来讲的东西，它其实是变成一个很基本的吸引力，不是这么大。因为你知道了，你参加外面的活动，其实你的眼界比别人更广了。你知道你要走去哪里，这条路的终点你知道在哪里，你知道你要 reach 到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学校对你来讲的东西，变成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一个跳板。我很喜欢我们一个叫博物馆学的老师，叫赖维君老师，他所提到的，他说啊，大学就像是一个百货公司，但是大学同时也是一只可能是一只反应很慢的恐龙，可能社会的趋势进来了，它很慢才能反应过来，但是也像一个百货公司，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自己挑选，并不是学校要买给你。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改变了我很多对学校的排斥跟观念。其实我觉得学校反而有时候是一个可以给你资源跟启发的地方，可能是某一些某几堂通识课的老师给你什么样新的观点跟启发，或者是你认识了哪一位的老师，他也在做其他的计划。因为其实现在大学有很多的计划，像是科技部的计划，还有 USR 计划。哎，你觉得这个老师他推的东西很有兴趣，你主动去找他，他其实会给你很多倾囊相授，给你很多的连接跟资源，尽可能协助你。我觉得是大学里面会议最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与其视大学为一个监牢跟洪水猛兽，我觉得倒不如是他给你一个很多的机会，让你自己选择。他不再限制，他不再变成不再限制你，而是你去主动选择他。对，那至于来讲说，还是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还没办法像是国外的大学很开放一样，像是 Bill Gates 他们休学去创业。其实现在台湾的真的环境还不是这么的许可你去很冲动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目前
在做的事情，我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做每一件每一个学习参与的每个计划，都在我所设定的人生道路上，不管是让我们的无国界学校这个组织变得更好，还是让更多人因为我们对永续发展产生兴趣，因为我们去产生任何行动，我们以秉持这个计划，秉持这个理念，我们不断的充实自己，充实各种软实力，去上各种培训计划，期待能在这些计划让自己的层次更加的提升，然后一方面认识到更多的青年，透过自己的过去的知识跟所学影响他们，改变更多的人。我想就是我们一路上会继续做下去的。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的担忧，就是在很初期的时候，我想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那种 murmur 小对话，说哎呀，我以后会不会，一方面也是这样灌输给你的，说啊，你这样以后你要找工作啊，你要有一定的学历你才能用，你学历是基本的，很多这样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坚定你的信仰，怎么样去实践你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不能走下去的动力。太多外在的因素会阻挠你不要做这件事情，认为你做这件事情不对，或者是不是他们的期望。可是如果你知道你要走到哪里，你就会更加坚定的去做，因为每一次在执行的过程中，在一个长远的道路上，每一次的小专案、小的连结、小的活动，都会给你更多的热情跟启发。比如说在 ATCC 我们得奖了，我们就有更多的动力说，哦，我原来这个东西是不断的 inspire 我，说我可以怎么做更多，我可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哪一条路遇到瓶颈之后，在某个计划遇到的老师，他可能给你一些新的建议，帮助你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就是不断的产生了这样的连结跟对话跟可能性，让我的热情可以一直保持着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本来就是我在很热衷于参加活动的人，就是我常常参加各种活动啊，就常会这样一些熟面孔，哎，怎么你也来这里，哎，真巧又遇到你，就是很多的你参加活动久就会有很多的熟面孔。那这些人他本身的特质就是很想要让自己不一样，会主动积极的去寻找各种资源，而且他有一个理想是想要让自己不一样，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去哪里。那另外一种，他可能只是刚接触这个领域，可能是永续的领域，可能是参加课外活动，他对于这个领域还不是很了解，还不是很深，所以他可能就是来过过水，来认识朋友，增加经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啊，搞不好他在这次活动中，他本来对他平凡无奇，可是他得到的收获是超过他原先的预期，那他或许就愿意继续留到这个圈子，让自己的改变能够更上一层楼。对，所以我会比较偏向的是，如果说能够有更多的活动资讯，或是更多的人去 push 他们，让更多这些第二种人，就是不是这么积极，但是只刚好有一点兴趣想要参加的人，去 push 到让他们跟这个圈子有点连结，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变到第一种人，变得引启发他们热情跟想法呢？我是觉得目前的想法会比较去 inspire 他们。其实我觉得从来这个一开始选这个系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系很有趣，它是我们叫做海洋文创设计产业学士学位学程，它是一个很长的系，而且非常新。那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对手作很有兴趣，喜欢设计东西，就在升课课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愿意留下来加班，就是跟老师继续做更多的作品出来，然后觉得这非常有热情，然后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后来就顺理成章，因为兴趣所以选择这个系，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我有机会可以在那边继续做我热爱的手作，或者是做一些 maker 的东西。但他到后来发现，其实我慢慢接触了更多的社会化这种社会议题、社会组织，甚至是学校以外的机构，我的想法视野是不断在扩张的。我会慢慢的去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跟想要做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我就慢慢的会想要做别的东西。我慢慢想要投入社会，想要改变社会，想要做永续发展，想要做青年的教育培训，我就会往这方面走。所以乃至原本的科系在于高中的我跟现在我不一样，高中的我可能对设计非常有兴趣，可是在现在我认识了这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引领我拉着我的热情走的是这些对社会有贡献有影响力的东西。所以变成是说我有在思考，是说是不是要转换跑道，什么可能要转系啊，转到别的科系更适合我的。那不过以现阶段来讲的话，我觉得学校还是有它的，我们这个系，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它的优点在。比如说设计系学的东西，它可能是学 Illustrator、Photoshop， 它可以帮助我在可能是做未来的办活动的宣传海报上有一个更好的，自己有一个工具可以去做这些宣传海报，可以自己去主导，
然后最后一些相关设计的文宣跟视觉宣传，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这个课程还有其他相当好玩的东西，课程也是跟我们做连接的，比如说像是我们有一个博物馆学，教你怎么在博物馆里面的博物馆跟社会的连接，还有博物馆跟知识的连接。那还有一门课叫做渔村田野调查，就是实际带领老师你我们老师带你到渔村里面去做访谈调查，然后实际去做一个田野的方案。另外最后一个有趣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设计思考课程，那老师会带你去社区里面用设计思考去了解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大稻埕，去了解大稻埕它的历史文化，然后一样是做一个方案，有让你一个发挥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大学这种有些门课它有一些好玩的部分是可以连接到你自己想做的。不过所以因为有这些课程还有未来种种考量，所以我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转系跟转换跑道，毕竟跟这个学校已经产生了一个连结，可能在这边做创业团队，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转系也好转学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需要去更加谨慎去思考的方向。不过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始终相信你只要找到你想做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你始终会有找到你的成就感跟被你的热情拉着走，然后往你要的方向前进。对，我觉得现在科系，我可能不只是我们学校，还有一些身旁其他学校的朋友来讲，他们觉得学非所用，或者是进来科系才发现这个科系原来不是我过去所设定所认知到的，原来它好了，我们这设计好了，大家本来想说可以来做做手作啊，做设计，可是进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很爆肝的科系，它要学习画很多的设计图，可能要常常熬夜赶稿啊，赶到凌晨清晨几点的时候，还有时候必须就是凌晨就是住在系馆里面，然后不能回去，所以他其实是他投入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比如说在一开始学这个设计的时候，他要奠定你的基础，所以会给你大量的设计的要求跟产出，所以他是一个很花你的时间，可能牺牲你的睡眠健康跟伤你的脑力，然后导致你不能去做其他你更有兴趣的事情。那所以很多同学遇到相同的状况是，第一个是这个科系的负荷其实是太负担太大了，第二个是这个科系学习的内容其实他进来学校之后，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看大学跟你实际进来大学是两回事，他发现其实哦大学里面其实有其他更好的科系，或发现说他认识比如说在其他学校的这个科系才他真正想要的，所以他就有萌生转系的念头，这样会导致他现在学的东西不快乐力不从心，因为你一方面要担心的说有很 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小天使跟小恶魔，小天使是说我要当一个就是爸妈老师喜欢的好孩子，然后保持品学兼优可能拿个书卷奖，那小恶魔可能就是说哎，现在或者是叫本我最真实的自己，可能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个，但是我要继续留下来吗？那我要留下来是我要转系呢还是要转学考呢？那我要转学考，那我现在还要兼顾现在的课业吗？还是我要放掉？还是我要退选？等等的，就会有这种很多未来的平衡的拉扯，在他心中产生很多的纠结。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学生面临到很多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斜杠的话，其实我之前有担任过就是博物馆的导览员、导览志工，然后我现在也是交通部观光局的外语领队。对，那平常在做的是有兼职做脸书的写作，做一些创作文章，也是社群平台的管理人、创办人。那平常还在经营创业的提案跟团队，而平时的时候也有在接一些论坛的主持工作，也有在办一些给青年的教育活动，帮助青年拓展事业的这些等等。对，那未来我觉得想要从事的方向是把这些斜杠的，可能讲工作也好，可能想职位也好，就跨界的连接。比如说我在做的是永续发展教育，还有我是外语领队，那我能不能把旅游永续跟教育做结合呢？我可以把这些跨界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做结合，我觉得未来我想要做的东西就是把这些看似不同的东西做一个结合，它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出口跟可能性。像是平常我在组织世界咖啡馆，我可不可以把世界咖啡馆用在创新教育方面，可不可以把它应用在环境永续方面等等的，透过这种跨界的结合，我相信可以产生出很多我们未来或者是现在还想不到的可能性。心态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给学弟妹的建议是，
你进来大一的时候，先不要设限自己，去积极的参加课外活动，不要去可能参加社团也好，就可能我有认识的朋友，就是可能参加五六个社团，可能在每个社团都有很良好的伙伴关系。然后在上课的时候，遇到你有兴趣的议题，然后尽管发问，或许老师能够给你他的资源跟连接，他可能会协助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甚至说他可以介绍其他的计划跟资源给你，让你可以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那第三个是多去跟学校的不同的，可能是国际处，可能是产学中心，可能是教学中心等等的这种课外活动的组织，可能是负责奖学金或者是 USR 还有高教生计划的一些负责的老师，就是熟弱一点。那他如果你们一熟了之后，或者是可能通过什么方法呢，可能是通过他们举办的讲座，或者是他们主办的创业竞赛去参加，那在可能会后的时候，在 会上的时候多发言，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被看见，因为你发言的时候你就跟那个主办方你有多进一步的连接。一方面你可以表达出你现在在做什么，或许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之后呢，他觉得你很适合他们的计划，他就把你纳进去，他可以给你更多的资源跟连接。所以你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后，他们以后有什么活动跟消息，可能就会第一手通知你。可能在学校还没公布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说：“哎，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创业比赛啊？”就可能邀请你进去。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三点是很重要。第一点就是多参加社团，然后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领域。第二个是在上课多积极做发言，或者是在讲座课堂多参加，可能那些老师或者是讲座教授可以给你意想不到的协助跟资源，帮助你完成想要做的。第三个就是跟学校的各个机构部门，就是负责活动的，还有奖学金课外活动的打好关系，他们就主动引荐很多的机会给你。我觉得这是可以让学弟妹保持一个开放 open mind open heart open will 的心态去尝试。对，你相信你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跟可能。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不可能单单只做一个选择，因为你在做一个决定的当下，其实背后包含着非常多非自己能够掌控的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还有师长期望，还有老师因素，还有你的资讯不对等，都有可能。这些种种的外力呢，就是非自己能主导能力，帮助引导你去做某个决定。可能这个决定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但是因为迫于现实，还有环境跟社会，还有家庭，导致你去做这个决定。那很可能你做这个决定之后，这个决定是你不喜欢的，因为你不够了解他，你不够的敢于承担。我觉得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很重要你要去认识到的一个词，就是责任。到了高中升大学这个阶段，我觉得不再像过去很多事情都是由爸妈由别人帮你做决定，你要学会的一个是怎么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已经没有太多的理由跟借口，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即将要18、19岁，你要即将为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为自己的课业、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的人，已经没有太多过去的借口是说哦，因为我很累啊，因为我学校可以很繁忙，因为我人际交往关系不好，或者是因为家人不支持等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过很多朋友有一个例子是，他可能是读了一个医学系，可能读了6、7年之后才发现。原本爸妈这样一读，他还发现这是他不想要的。可是那时候后悔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培养自己要怎么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你有很大的可能你就要继续走下去了，很大的比例你可能很难转换了。所以在事前选择之前的时候，做好功课，尽量去询问可能能给你咨询的人，可能是学长姐、亲人、家人、教授，或者是上网查资料。现在古大神真的很厉害，可以给你各种资料，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平台，像是有接触过平台叫做 IOH 大学生开放经验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其实有很多来自各个学校不同科系的学长学姐，包括老师给你的经验，说哎，让你更了解大学的生活其实是怎么样的。它可以打破你过去的很多单看到科系的名称，还有一些朋友分享而来的迷思，他其实用更贴近的角度去告诉你，原来大学生活其实是这样的。那之前还有一个教育组织叫做 Time Map，
那它是一个教育形象组织，大家可以搜 TIMEMAP， 它是帮助大学生厘清自己的职涯定位的。它可能办很多的科系工作营，那还有去科系工作坊，让你去了解到，通过学长姐来带领一些分享的工作坊，让你了解其实大学在做什么的。那还有第三种选择，我觉得可以比较推荐参加的是从大一，这个可以给大一学弟妹就可以开始，因为你大一到大三你也才两个暑假嘛，然后可能两三个寒假，你觉得可以去多参加这种大学的营队，针对你有兴趣的科系，透过大学的营队去了解他们科系是在做什么。一方面那些大学的营队都是由可能大一大二的学长姐去举办的，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去顺便了解一下这个系所营造的氛围是不是你喜欢的，也帮助你之后在可能两三年后你要融入这个团体适不适合你，可以尽早给你一个更充分的资讯跟经验。对，所以可以透过这些我以上讲的三种方法去判断之外，我觉得这是选择前你可以，我刚讲可以去做资料的搜集。那在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你可以画一个就是怎么说损益表，你可以把你很在乎的事情先列出来，比如说你列出你在乎的东西，有这个大学离你的家里的距离，或者是这个大学的学费，这个大学科系是不是你喜欢的，或者是这个大学的氛围还有社团是不是你想要的，把种种影响你选择的条件列出来，然后再帮每个科系打分，帮每个选项打分数，比如说一到五分，最不相干的，比如说哦，这离家好远哦，我只给他一分，然后哎，这个学校社团很多，我给他个四分五分，综合评估下来，在损益表上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学弟妹参考的方法啦，就帮助你更量化去做选择。哎，这个统计下来是十分啊，这统计下来可能是六分，哎，这个比较高，这个交通又近，然后这个。这学校社团又多，然后这个科系又是我喜欢的，它综合评分我给它比较高，那是不是我可以选择这个？那这比起你过去可能说，我可能觉得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它给你一个更量化、更聚焦的方法去做决定。这我是可以觉得可以给学弟妹在选择中的时候的建议。那在选择后呢，就是你已经踏入了这个大染缸，这样讲，就是实际踏入的圈子，你已经抽不了身了，怎么办？我就可以去。在科系里面多跟你的助教跟老师去讨论，或者是多跟同学讨论，因为同学其实很多时候要转系的都会自己形成一个小圈圈，就是或者是私底下讨论这个科系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不好的地方，互相分享，去多听听这些不同的声音，它或许会改变你的想法，或者可能听到某些好的部分是你原来没听到的，又或者是这个科系它的发展有什么限制是你可能过去不知道的，可以透过这个同学群体更加的认识。那也可以呢去多跟别的学校的科系的学生互动，比如说看他们的毕业展，看他们的参加他们的系上举办的活动等等的，去了解锁定你，比如说假设这个美学锁定你有兴趣的科系去认识，拓展你的人脉，他们会给你很多他们第一手的资源，这样了解之后，然后再去综合评估看你是不是真的不适合你，可能是透过学校的职涯规划师、辅导室辅导的辅导老师去帮助你。厘清这个科系适不适合你，那他们学校很多老师，你去跟他们讨论之后，不要怕跟老师讨论。其实老师们不要怕说，我读这个科系要转走，老师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老师他就是一个你学习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一个可能是一个过客。他老师会尽可能帮助你的是，怎么是对你生涯有益的，怎么去帮助你人生规划更有利的选择，去帮助你做选择，而不是说。不要怕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老师会不会对你怎么样讨厌你？有时候反而是你去跟他们讨论之后，他们给你更多你没有想到的观点跟解答，甚至是提供你更多的方法跟选择，可能是转系转学，到底要不要放掉，或者是怎么做怎么样的准备，更对你是最好的。对，那我觉得这是在准备前中后可以给学弟妹的一些建议跟分享。其实一进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很。聚焦在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东西上面，所以变得是有比较少的机会跟频率可以去跟系上或者是学校的社团互动，所以变得是对于这个可能班上或者是系上社团的连接比较弱。那因为我就是花太，因为我是真的太多自己想做，所以我就把很多时间投入到上面。只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学生活。有一部分啦，凡事是一体两面的，你选择这个你势必要放在其他东西。那我当然还是会觉得比较可惜一点，是说在选择这个大学生活
大学生基本的生活以外的东西，我参加这么多课外活动，我跟系上相处变少，可能不是这么熟，可能是他某些出去揪的时候，你感觉是以现在话讲是比较边缘一点，你可能比较没办法这么的融入大家，或者是就学校社团不是这么融入。那我会觉得是说，大学不是有很多必修学分吗？有社团，有爱情，有学业等等的，你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的圆满，这么的完美，因为你放弃了很多跟学班上互动的机会，你放弃了平常要周五可能要去跟同学一起看电影、打球的机会，可能要一起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的机会，去投入这个创业的历程，去花很多时间在实习、经营的创业平台，或者参加校外活动。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呢，现在来看多少有点后悔，可是我现在转头来看，我还是会这么选择，因为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起码他做的东西是真正的让我感到有热情的，所以我觉得永远不要忘记的是跟着你的热情方向走。什么东西能带给你最大的动力？什么东西是你一觉起来，你那个叫醒你的到底是梦想，还是你想要是你想要做的东西，而不是闹钟？我觉得那个方向就对了。所以朝着你另一个目标，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在四年时候，在你刚进大一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只先看大一，我看到了四年后我想要什么，然后我继续朝这个目标迈进。其实中间发生什么都只是过程，因为你最后呢，你是坚定不移朝你的目标走。对，所以中间很多可能或多或少有得有失，都变成一种养分，帮助你继续之后成长的养分。但是你的梦想呢？你有一天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只要你道路错了，你可能。你走回头路，走一百年也走不到。可是如果你走对了路，你慢慢走，你总有一天会达到的。所以这是我比较庆幸的，我的选择是这样子。在现在的话，青年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烦恼，像是时间管理不良，或者是说没自信，或者是沟通表达能力的部分。我觉得如何去可以去多参，我觉得要多参加就是。学校的课外的东西，或者是先给一种心态，就是一种心态的建立，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open mind, open heart, open will, 永远不要觉得是说别人给你的才是你该得到的。其实你该得到的是更多，你的机会可能你不在学校给你的范围内，他那个机会其实有一道墙，他可能暂时把你屏蔽了，你可能还没看到。一旦踏出那道墙之后，比如说像我们电影叫做。晋级的巨人，还是说第五毁灭等等的，这道墙之外是什么？你只有在打破那道墙之后，你才会知道那道墙背后可能是很宽广的草原。我就是很希望大家的是愿意打开自己的心胸 ，open heart, open mind, open heart, open will， 打开心，打开可能性，你就有无限的希望跟未来。那道墙后面等待你的是大草原，就是慢慢的大草原跟美好的桃花源，等待你去奔波跟寻找。自己那最初最想要达到的梦想，对，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恐惧，从现在开始就培养好自己的软实力，然后想尽办法找到自己在大学里面就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然后紧咬着它不放，总有一天设定好目标，短程、中程、长程的目标，总有一天。你那个梦想，你那个动力会引领你到你未来的职场或者是未来的生涯之中。对，那就是祝福各位，可能是青年，然后不管是对于想要改变自己，或是永续发展有兴趣的伙伴，都可以踏出这一步，那你将会看到更加不同的风景。